大家好，我是 1B 班的梁柏森，今天我会介绍勤乐人勇的乐。有一天第三小息的时候，我和我最好的朋友一起玩，之后突然间我朋友不跟我玩，就闹了架。回到家睡觉之前，我有想过又可不可以跟他做回好朋友？之后起身的时候，我已经忘记了这件事，所以回到学校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的小息，我都有跟他玩。多谢大家。